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高雄新创嘟嘟 APP Store 发表会，他表示嘟嘟 APP Store 从会员、点餐、物流、电子支付等跨领域的整合非常不简单。今天来参加嘟嘟 APP Store 的发表会，我想孙执行长还有团队非常的用心，能够整合不同的软体业者的这个相关的从会员到点餐到物流等等这各项的一个服务，那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整合平台。那我相信这个不仅是在相关的这个应用服务提供了一个非常对业者可以说是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大概可以说是在目前为止国内最有效率的一个平台。陈其迈表示上任后积极成立 5G AIoT 园区，他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高雄市政府提供最好的协助来跟大家一起打拼。在我们亚湾区那包括说鸿海也好，或者是我们 AWS 等等，也都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源，再加上经济部跟高雄市政府的这个在不管是资源市场或者是各种媒合等等提供必要的一些协助。我想嘟嘟是一个非常看好的厂商，不仅是立足台湾，我想在很多餐厅的一个形态，或者是在物流会员等等，跟对接到电子支付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厂商。市府鼓励年轻人实现梦想，带着理想来亚湾区，这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一起激发不同的想象，从概念到商业服务模式的验证，在此可以找到很多资源及解决方案。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